如果你想在旅行中感受心动与浪漫，请记住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叫腾冲。它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和顺古镇，有纯天然的温泉，有大部分人都没见过的火山，而且很酒店控友好的一件事就是腾冲不缺少高品质的精品酒店。比如我这次来就体验了一家很有特色的精品酒店，名为月泊半山。酒店的确位于东山之上，可以一览山下市区全景，泳池呈月牙形，风吹过来帘幕卷动，我忽然有种穿越到中东奢华度假酒店的感觉了。酒店还充分利用腾冲的好天气，将大量的用餐空间设置在了户外。因为许多员工都是本地人，你在这里的早餐既可以吃得很精致，也可以吃得很地道。午餐或者晚餐也可以体验一下酒店的产品，可以根据客人的喜好定制化搭配，配合着日落景观，人的心情与味蕾同时愉悦。在客房环节，这家酒店充分利用了景观优势，比如我这次住的房间，卧室便坐拥山景，客房风格非常有度假感，尽量没有采用商务酒店惯用的大理石和金属，而取代以高质量的木质、真皮家具。客房用品上，品牌的卫浴用品，戴森吹风机、科勒洁具。看细节呢，专门设计的吊扇、床头的仿树木的台灯、柔软舒适的床垫，高端酒店才会配置的欢迎礼。尽管是一家精品酒店，看得出来业主是真的实力与品味都在线，没有一滴水可以在腾冲不被泡掉。这个段位的酒店自然是引天然温泉水入室了，在日落之时，管家会帮你一切安排妥当。夕阳无限好，酒店少不了。入夜之后，山河静寂，宛如从古代诗句中走出的管家，还会端来晚安甜汤，仪式感、体验感都有了。就等你什么时候收好行囊说，我们一起走。